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塞纳，冰岛或希腊，我们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们爱的。坐小飞机飞到多伦多的市区的机场，我们现在要赶电车到多伦多的提尔森机场。对，可是因为我们刚刚上一架小飞机有点 delay， 所以现在有一点整个会大 delay。我们现在赶路中，拜。De Paris, Charles de Gaulle partira de la porte P2C.我们大概10:30左右到 Vancouver， 表哥来接我们。然后今天早上大概6-7点的时候，我们家我妹我妈，反正我们家就是固定礼拜三晚上讲电话，就因为我时差的关系，所以起不来。就刚刚7点到8点就是在那边讲很久的电话，现在早上9点，刚好9点整。在 Vancouver 我们会最后待3天，就要回台湾，就要结束这一趟旅程了。Repeated cycles in my head, bringing me down. And I've been reaching at the back of my head, the crown. Hey.我们来，本来想要早上没事，我本来要去海港逛一逛，但是本来要去海港，但是想说那等家人他们都有空的时候再一起去，所以现在就这样，我们两个就可以来 mall 里面逛逛，因为我想要买一些东西给你们，还有 19 Again 的伙伴们。有点难哦。这个没问题。我很喜欢逛这一家，有很多这种笔记本啊、书啊，很想买这种送给人，应该会蛮喜欢的。
中午来吃 Popeyes， 我点了一个这个，他点了一个 sandwich， 跟我的表侄们一起吃饭。耶！That's a little second。 哎，我们一样哦，你买是只有我。刚刚表哥说 他不想玩大的，结果他刚刚买了跟我们一样的票，因为我刚刚说跟我们一起玩啊。表哥人超好，帅，真女友当中。如果有人住在 Vancouver， 可以私信我。新买的 Lululemon 单车裤。等一下呢，我要去 downtown 找我一个朋友，他现在在旧马路上班，所以我等于是去探他班。如果碰上他休息时间的话，就可以跟他吃个小东西。但我自己现在先吃我的早餐，又吃 cereal。我们昨天去 PNE Playland 玩完之后，全部人都累爆、晒爆。我们还外带了生鱼片，然后家里也吃煮了一些晚餐。吃完之后也才七八点，所以我跟男子又开车去附近的机场看飞机。看飞机是我们一大休闲之一。看了大概四五架飞机，因为飞机没有很多，我们就回来。我就狂剪片，剪到11点12点我就累疯，因为昨天8点就起来，然后又玩一天，总之片也没有完全剪完，所以我想说今天再挪点时间剪。我本来昨天就想上的。好啦，那我等一下吃完早餐就要出门了，再见，拜。这现在帮大家做个简单快速的 room tour 好了，因为这个家现在还有其他人在住，所以不好意思介绍太仔细。首先大门一进来，大厅就长这样子，然后挑高的二楼这样子，然后左边是我姑爹的办公室，右边呢是一个主要的客厅，有火炉啊，然后一个圆桌的餐厅。这一整面呢都是落地对外的窗户。走过来呢，这边有一间房间，因为我表侄他们这次回来嘛，叮叮，然后每一间房间都有一个厕所，就是搭配了一整套。所以我们家总共有五间房间，就五个套房，再加一个独立的厕所，这间就是独立的厕所。这间独立厕所超大，就一整个只有马桶而已，但是 很大。然后走过来呢，这边就是一个万长在这边拍的落地镜，然后后面这个是衣橱，这边是楼梯下面的储藏室。走过来呢，这边是他们最常花时间，就这边看电视啊，就是像第二个客厅。然后这边是麻将间，小时候这个是我跟我妹的游戏间，我还记得我们玩具就这样摆，然后它是一个透明的八角，算八角吗？一二三四五六角厅的感觉。
这边是也是我们最常用的餐桌，因为厨房就在这边嘛。那外面的，这个真的天气超好，就超美。姑妈回来了，好，快速快速快速。然后厨房这边有一个中式厨房。穿过来又到前面，它就一整个是这样穿的。楼上有一二三四个房间，四个也都是套房。然后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房间。Jo Malone 的专属 VIP 手部保养，好厉害的待遇！我喜欢买的，好久没买了。我等一下来挑几瓶香水，当做送你们的。顺便帮 Kitty 做一下业绩，这么好，谢谢。这些鸟好像天空中的胡椒粉哦。迫不及待。Steady and pure, patient and sure,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So shout from the city gates. I think this is too short. You haven't blessed this day. Oh my god! That all the elders say. That this love is worth the wait.Let go and hear the sound. Pull all the barriers down. I'll cherish the one I found. If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Careful and wise, true and refined. This is my love.Gentle but strong, from suffering long, this is my love for you. So shout from the city gates. Hello. Hello, 大家，我回来台湾刚解封，今天第一天就冲来办公室，因为有几件就是忙碌的事情要赶快接着做。那今天有一个品牌周会，那现在呢是早上9点多，他们等一下10点会进公司。那为什么现在录影呢？是因为在这之前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一趟买了什么东西给大家，还有准备一些礼物给小暖们，然后只有 VIP 在社团里面小暖们可以来玩抽奖。那怎么样加入呢？其实你想加入就可以加入，没有什么门槛。我会分享一些我平常时阅读的书啊，看到的影片啊，然后一些想法，甚至一些好玩的活动啊，就像是我们说铁暖俱乐部，铁粉，但我觉得铁粉很难听，就是小暖，但很铁的小暖，铁暖，对。噔，好，抓到什么就拿什么，这个，噔。这是 Hermes 的他们最新出的指甲油，然后我听说台湾卖到缺货之外，就是国外连这个我选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开，打开一下下好了。我选的这个呢是一个
亮黄色，这个真的是 Vancouver 唯一那一家店剩下这两罐，我就说我两罐我都要包了。其中一个我要送给我们家的公关 Grace， 因为他平常时有在擦指甲油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他应该可以接受吧，他应该会喜欢，等一下来看他的反应。那这个呢也是一模一样，那我就想说我拿来做抽奖。这个就是天然俱乐部，你只要里面 follow 里面的游戏规则就可以来玩。超大的袋子，我是从加拿大扛回台湾。这个袋子还是就另外加行李的，放在一个纸箱里面，避免它坏掉。那这个呢是我们家的行销企划阿珍，他刚好我出国这段时间他生日，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个稍微偏大一点的礼物，然后他又很想要电脑包，所以我选了一个 Tory Burch， 我觉得比较像是通勤的包包，他之后有背起来，我再给大家看，就是通勤的包包，可以装他的电脑，然后又很好看，又比较百搭。噔噔 ，ASOP 的这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其实我是在多伦多买的吧。我其实进去逛的时候，我觉得这组合超级可爱，它是摆出来的，然后它是有非常非常多东西，有很多沐浴组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重点是它是 Chicago， 是我最喜欢的城市。那这盒呢，当然是要送我们家老板，因为他平常时就很常在台湾啊小旅行啊什么，我觉得蛮适合旅行装的。这个整个做的很有质感，又可以参考一下他怎么做的。再来是叮叮，这我自己真的超级想要的，它真的超可爱，它是一页一页可以撕下来，然后它是 daily planner，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就是你一整天工作比较弹性，或是你需要自己分配时间的，因为它就是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然后你可以 check 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啊，喝的水啊，这样一页一页这样撕下来，我自己觉得我超适合，但是我这本子跟笔记本太多，所以我就拿来送我们家新进来的影像实习生，影像部的新成员，他之后就会是跟本山一起工作，因为他现在还是学生，所以我觉得他学校的时间跟这边的时间他可以把它理得比较清楚一点，我觉得是蛮适合他的。再来呢是这一本，接着应该就是笔记本系列，这家店叫做 Indigo， 是连锁，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但我加拿大很常看到，他主要是书店，然后有卖这些笔记本类。那这一本呢我想要送给我新进的特助，他就是 Chaya， 那他就是也是帮我很多很多忙之余，我觉得很适合特助这个角色去记录很多事情，然后重点是这本真的超级可爱。那接下来这一袋呢，这个袋子是 Jasmine 他自己出的，我觉得超级好用，因为它很软，然后又是很少看到横的帆布袋，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他的 21.5 去看。那这边呢这一袋我装了一整个就是笔记本系列，那这一系列我就想要送给铁暖们。第一个呢是这个超可爱，这个紫色2023的，也是就是行事历。再来呢是这个比较是那种绒布的大缎带，然后这个颜色很重，我觉得很吃人，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很重，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这我自己有多留一本。那接下来呢，这两本是我看到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前两名可爱的笔记本，它虽然是单纯的笔记本，但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弹性，里面也有这种分类，然后就是你要做任何的运用都可以。然后这本也很可爱，这边有个那种小铁框，那种干净的线条笔记本，超可爱的。它是一个这种手提的，这样我买了一个黑跟白，那白我是要自己送给家人，那黑呢我觉得也是把它拿来做抽奖送给大家。哦，我跟你讲，这个铁暖社团真的礼物很超值哎，两罐 Jo Malone 来送大家。那这两罐呢，就是我精心挑选的味道。那就知道 Jo Malone 就是不会有雷品。生日快乐！哇，这是什么？太大了吧！生日快乐！谢谢。这也太漂亮了吧！喜欢的，只跟我现在包包有点像啊。对，我刚才偷看你背什么包包，你快看。我选超久哎，电脑包也好看，真的太难找了、哦。不像啦。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我就买一个包包可以装上电脑的，很可爱吧。然后我后来直接问他，这个里面你可以直接装电脑，然后你等于这边装自己的东西，这边装文件，然后这边装电脑，然后电脑就不会被刮到。你看我调超久，我跟你讲，谢谢，我用心了。然后这边有生日卡片，生日礼物，对啊，我从加拿大，哎，你这个是电脑，是不是？该不会是一样的吧？扯了吧，不会是一样颜色吧？你知道我刚刚嘴角在颤抖，然后你还说你买了，我想说，你先跟镜头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太扯了，张本山，我跟你一模一样，直
甲油。我跟你讲，我刚刚说，我刚刚 Blair 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指甲油？我就说，哦，因为本来生日，然后我送他一瓶就是指甲油。然后我还问说，那你自己有吗？你记得我刚刚问说，那你自己嘞？我说，因为那个没货，然后他到货会再跟我讲，因为那个太难买了。哎、欸，为什么我们已经买了？他就买了，然后还跑去挑，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真的，把那个讯息给你啊！哎、欸，我真的很常擦指甲油，是不是，真的。我没，因为我跟你还不熟，然后我想到我之后逛到这个，我觉得这个超可爱。啊、我最近很需要这个、欸，我觉得很适合你是。我怕给你一本那种笔记，我笔记本，我觉得笔记本太厚。嗯，我昨天才想说我要去买一个来。真假的？你是一本的还是这种？就是类似这种，真的每天可以放在桌上。对啊。你今天有开车吧？不行，我要拍你的反应。最大礼物忘了讲。噔，打开。你最近脚很大吗？哦。我们加了30公斤的两件型，60公斤就回来了。这我明年的生日礼物。他的生日礼物很好挑哎。可我自己买的，这好贵。这个真的超贵。好，我来。最后亚洲。亚洲来喽。好了好了。需要朗读出。辛苦了。该不会有这一组吧？哦、oh, ，该不会是因为你喜欢芝加哥吧？哦、oh, ，怎么知道？我卡片也就这样写。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哎、欸，我觉得这一组很适合你耶，你那个小旅行都是这样一整组，哦、oh, ，啥都有。真的好配。我怕我反应不够好。哇！哇！我自己也想要。我觉得这也可以谢老板效仿一下，看他们怎么做。那我们还要做吗？化妆包。